红丽，就这么跑了？你不跑，还等人家把我一块给抓了呀？可是，一跑，我上哪儿找解药去啊？不，这，我说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的医术啊？哎，我早就替你号过脉了，皇上脉象平稳，没有中毒症状，什么解毒药，那是强人虚张声势，吓唬你的。什么？你还不信我呀？嘿嘿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你这眼神，我就看出来你不信我。这样吧，等你回宫以后，让太医给你号号脉，不就成了吗？走不动了，太伤自尊心了。哎呦呦呦，还伤自尊心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儿可离强人他们住的地方很近，不能停的。不能停，我也不能走了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为了找您，我跟着这条狗。从广渠门一直跑到通州，实在走不动了。哎呦呦呦！哎，你走不动怎么着？啊，那这三爷还得背着你走不成啊？你看，你这还来劲了你。三爷，过来听我说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嗯，怎么？这是通州地面，这是三爷您的，您让通州知府给您安排辆车不就行了吗？呦呦呦！那朕的行踪不就全让他们知道了吗？太后问起来，怎么来的？到通州干什么去了？我怎么说啊？怎么说啊？粽子像绑粽子似的给绑回来，行吗？不行，这不行。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你累呀？啊，三爷我累不累啊？一碗稀粥从昨晚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知道吗？有钱吗？带钱了吗？啊，带钱了吗？钱，啊，这儿。这儿有一个，就一铜板啊？啊，这儿还有一个，俩铜板够什么使的？啊？哎，甭跟朕打埋伏，有多少拿出来？啊，我拿出来。怎么了？算朕借你的，回宫去，一个10倍的还，行不行？够意思了吧？全算朕借你的，百倍的还，不行。三爷，您再次伤害我的自尊心。我们家的事儿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大梅她管着钱，一文钱也不给我。哎，就这两个铜板，还是我在衣服上抠个缝藏在这儿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才保下来的。行，三爷没别的想法，就想吃顿烧烤，行不行？啊，想想辙。三爷想吃烧烤啊？行，走，再想想辙。皇上已经整整两天都不见踪影了，想必是出了什么意外。和珅，眼下应该如何处置啊？依奴才看，首要之事是封锁城门，只许进不许出，在全城之内稽查可疑人等。太后懿旨，所有城门关闭，只许进不许出。好，出城的人都回去吧。这怎么行？哎呀，是不是？哎，红莲，朕没吃饱。还没吃饱啊？没有，没吃饱。这两个铜板买的烤白薯，您还没吃饱啊？皇上，您就将就点吧，我还饿着呢。过乱思良将，朕想和珅呢。啊？就是何爱卿在这儿，他不能为这么一口吃的发愁。皇上，您还别逼我。虽然我是一介草民，但我不能因为一口吃的，让皇上您连好坏人都不分。哼，行，您等着瞧，坐这等着，别乱动啊。嗯。哎，大爷。嗯。想不想白得一两银子？滚开！老爷还缺你一两银子不成？哎，大爷，你听我说，您要想得一两银子，那再容易不过了。只要让我打您3个耳光，一两银子我拱手相送，怎么样？嘿，你这小子找不自在是吧？通州地盘上还没人敢拿爷消钱呢，信不信，爷绑你去见官？哎，大爷，嘿嘿，咱们公平交易，明码实价，您凭什么送我见官呢？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，对不对？
这可是好生意，想想愿意不愿意，一两银子呢。嘿，娘的，不用爷打你三个耳光，大爷就打你一个耳光，给你一两银子。大爷，您说的，拿银子。二两银子不用找了。哎，大爷您打。二两银子能吃饱了。红丽啊，让三爷说你什么好呢？那边烧烤。哎，三爷，您怎么刚吃两口就不动筷子了？来来来，这是刚烤好的，您用着。哎，一看这血淋淋的羊肉啊，我就想起刚才人把你打得满嘴流血，吃不下去啊。那您就只有挨饿的份了啊。哎，我是被人打得直流血哟，所以我得补补。哎，你刚才说我们这是到哪儿了？啊，通州。啊，那我们不回去了。张景发他们家好像在通州啊。嗯，还记得怎么走吗？嗯，记得。那你就带三爷到他们家中查看查看吧。嗯嗯，三爷那天晚上不是去过他们家了吗？那天晚上天色已暗，有横生枝节，三爷没看清楚，恐怕会误掉一些蛛丝马迹。嗯，那张景发怕是已经上了回家的路了，那一个空房子有什么可看的呀？那既然已经到了通州，又何必不去看看呢？皇上，您要是迟迟不归，宫里人怕是要急死了，皇上还要耽搁，怕有些不妥吧？张景发一案事关重大，三爷非得亲自去看看才放心呢。既然三爷执意要去，那小民只好去雇一个脚力，也好减少行程，让三爷早日回家。你小子也是真够会捞钱的。你平时老是说这何大人贪婪，可有一天你坐在何大人的位子上，你贪不贪呢？啊，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敢深想吧？嗨，我怎么不敢深想啊？皇上您身边养那么多的御史，如果个个都能够啊人尽其责，那我就是想贪也贪不着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人家百姓都知道和珅是个贪官，可是您那些御史呢，哪一个跟您说过一句真话呀？难道那些御史还不如老百姓有眼力啊？嗯，小民以为啊，出一个和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人监督，哎，让他如鱼得水啊。哦，那就让他把大清搅成大浑喽。还有啊，生气了？啊，那算我没说。咦，哎，好像到了，哎，到了。来，来，你慢着。三爷，您看这是什么呀？满纸爬虫子，让人看着直眼晕。这写的这……这是洋文，他做过几年通事，所以就沾染点西洋人的习气啊。做臣子也不容易，除了写满文，还要学会写洋文。哼，还是当郎中好啊。红丽啊，你还是赶紧想想下一步怎么跟太后和百官交代吧。这好办，就说皇上微服私访了，不就行了吗？这太后要问起来为什么去私访了，可朕还不太想让别人知道这事儿呢。不想让人知道啊？嗯嗯。哎，皇上，那我倒有一个主意。嗯，说。我可说了啊。说。